开始啊，一直想哭，哭不出来，是因为紧张。那现在真哭出来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编导和志愿者们付出的努力。啊，中国这么大，要去找一个人，尤其是十年前的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先掌声奉献给他。但我们最终还不能够完全确定是否真正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你现在需要压抑一下情绪，站到我们的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来。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十岁记不得什么，又能够记住点什么？现在你已经二十一了，有了自己的家庭，你跟原来的家人之间还有感情存在吗？还仅止于是思念？感情特别深。你觉得你亲生父母今天来到这儿的可能性有多少？他们会来吗？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来的。如果他们不相信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十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曾经很多次得到过类似的消息，找到了，他们不相信确切找到了你，怎么办？我这一辈子我不会放弃的。那如果来了以后不是你的父母呢？你怎么确定呢？你已经辨别不出他的样子。如果他不是我来，不是我父母的话，我可以对他说祝福，祝福你们早日能找到自己的孩子。哎，谢谢谢谢谢谢。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看看你的亲生父母会不会来到现场。五、四、三、二、一，请按键。杨新兰与白乃馨 DNA 亲子鉴定，我部门有关人员对寻亲人员杨新兰与云南怒江村民白乃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了 DNA 的亲子鉴定，鉴定结果是白乃与杨新兰的相似系数为99.8%，两人不排除为生物学的父女关系，即白乃是杨新兰的生物学父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如果你对鉴定结果结论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是重新鉴定的申请。好消息，谢谢大家，谢谢姐姐。